台大双机今天分别身着红绿小洋装亮相，为台湾水果健康蛋糕站台，在父亲节前夕大展身手，互相 PK 手艺，争宠意味浓厚。子宫迷亲自献上爱的祝福，把对父亲的感谢化为文字，深情告白。在这个特别炙热的七月天里，我想告诉您，很谢谢您让我成为您的小孩。食品专家王文华老师也到场专业指导，在老师的巧手之下，严选台湾本土食材。农委会更推上五层的水果蛋糕，让全民过一个健康的父亲节。想要大肆庆祝父亲节却没有想法吗？爸爸节不如和爸爸共享天伦之乐，做出专属口味的健康水果蛋糕吧。台湾情报记者曹一报道，翁尚伟摄影。